今天我们有请到四位当年的校花。首先一号校花郑，哇郑，哇塞，大学那谁，张景兰对不对？大学有点女鬼的感觉，哪一点像？因为有点雾雾的，你知道吗？放大不清楚，雾就是女鬼，搞不好是你白内障啊。是我的问题，对不对？这么正，毕业典礼，太正。哇，来欢迎张景兰。耶，正太正太正。你好，请问一下，那个陈文明一直想约你出去，你为什么？对啊，没有，后来没有约我啦。他约了几次？所以他没有，他就是 APP 关心我而已。讲什么呢？对，就是有没有吃饱啊，然后最近过得好不好之类的，都是一些简单的关心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三位，我也还在现场。我呢？那对于他约你或 APP 你的时候，你会不会想你觉得恶心？不会，不会恶心。想吐？完全不会想吐。你对他印象是什么？就是一个好笑的。老哥哥，老哥哥还没想到词，还是 uncle， uncle 没有的 uncle 啦，没有的 uncle 就老哥哥，老哥哥，所以他要约你还是可以的。要一群人，我没那么快熟。一群，你没那么你没那么快熟。哪有一群人？上次我约你去合适，你也没去啊。合适干什么？反合流行啊。那他约你的话，你真的？就是一群朋友啊，怎么大家一起来嘛？这样好，如果是我们三个跟他都没有女生哦，没有没有，不行，要女生。那还有一个，那我自己带我自己朋友，还有一个尾鱼可以吗？尾鱼，这样可以吗？我自己的朋友，那要不然就是没有，我要找一个会喝的，我怕被灌醉。我们不喝酒，不会这样灌人家，画笔喝茶的。我觉得我们三个在一起啊，董东刚怎么这么谎都说得出来？画喝喝茶，不知道。当初当校花多久？当校花多久？当校花我也不知道，都是别人觉得我是啦，我自己都不会觉得自己是啊。从什么时候开始是校花？别人什么时候开始说你是校花的？就是第一次当上校花是什么时候？第一次当上校花应该算是大学的时候。大学？这么晚？大学我不知，大学的时候是。怎么讲，就是有节目来找我，然后说你可不可以来帮我们录个校花单元。是，然后我说我不是校花，他说拜托啦，就是他找了很久，就是可不可以找我去。然后上了那个节目之后，就是学校可能就觉得我是校花了。那你同一时间最多几个男生在追你？同一时间就是全盛时期，也是别人告诉我的，因为我不会去数啦。就是谁会自己去数有谁追？对对对，就是八个。因为太八个，哇塞，讲得很自然。谁会去数有谁追？没有，没有，因为节目蕊过了嘛，所以我就所以你要开始有梗哦。没有，昨天我先想很久啊。你是不是？我觉得你真的可以转综艺圈。我真的没有数哦，谁会自己数到八个？ OK， 你这个 timing 抓得非常好。昨天有数一下。可是你当时有稳定的交往男友？对，我那时候有男朋友。你现在呢？现在没有。八十。八四啊，八四。如果有你男朋友，好挪啊。好挪是什么？烂掉，就是好，全身烂掉。好，真的吗？你这么不爱他？没有啊，真的没有啊。哦，这样子。对啊。我觉得你在流什么汗？我还没，我没流汗啊。你汗挪掉的？没有嘛，一直被驱赶到，已经看不到人啊。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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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起。没关系，我看 monitor， 我看 monitor。有约过你，但还没有成型过。没约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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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只是关心而已了。OK OK， 慢慢来，好不好？如果他真的日子还很长吗？慢慢认识，日子还很长，日子还很长。可是他没有多少时间。你学坏了。OK， 好，请坐，姐姐。